有话好好说。清明上河图可能会说，千万不要放大20倍看我，否则放大20倍看清明上河图，你会发现这简直就是宋代的旅游攻略啊。宋朝人的汴京一日游都能去哪儿玩呢？先去饮品店排队买一杯影子，边走边喝一杯解渴又养生，再去闹市听会说书，最后去沿河的酒家要个景观位，点几个小菜，喝杯小酒，碧波蓝天吹吹风，那不想出门吃饭也没关系，点外卖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。社恐人士来宋代游玩，那有福音了，你可以认领专属神器便面，也就是扇子。如果远远看到有熟人过来，你又不想打招呼，那就用扇子遮住脸，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扰到你了。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代人假装玩手机来缓解尴尬呢？心情大好出去走走，碧海蓝天吹吹风，河山大好出去走走，别窝在家当懒虫。你还能在清明上河图中找到哪些意想不到的出游方式呢？我是许嵩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鬼话，打开名画的另一种方式，你学到了吗？